今天带你去看看江南乌镇的美。蓝白色大地，临水而居的建筑拥到黑色、橘色和白色体量，两侧的树丛绿颜色大面积拍上去，勾好轮廓线，画出小船，橘色、黑色亮的地方放点白，最后用到浅绿色，把树的颜色底下高光。让我们一起走进乌镇，水墨江南，如诗如画。以后的日子我叫你画画吧，明天见，拜。屋檐下